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帮忙吗 ？OK 好、哦，来继续呀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我先去帮患者称就好了。你帮我继续呀，来拉 CP 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帮我给他，来给气。没有 ，OK。一。90号发生火灾，还是需要救护车？喂，你好，我要有人昏倒了，麻烦你看救打救护过来。那是男生女生？大概几岁人？女生，她40多岁。啊，40多岁，现在叫她完全没反应了吗？对。她现在昏迷有呼吸吗？有。好的，那请问她施打疫苗了吗？好，那你电话拨过，线上有人叫你做处理。喂，先生你好，你地址报完，救护车已经派遣了，了解一下现场状况，你可以先做急救的措施哈。他叫不醒，麻烦你去他旁边，在他肩膀大力的捏他一下，你帮我看他对疼痛感有反应吗？会不会呻吟？还是眼睛会打开？对痛有反应？好，胸口有起伏嘛？一上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上下起伏，一上，他好像一下，久了会吸力很大，我这样。这样不太对哦，这样很不好。来，用你的眼睛看，嘴巴告诉我他呼吸起伏的频率。我都没有看到他起伏。没有起伏就是没有呼吸了。手机开扩音，放在地板上。你让你太太躺在硬的地板，不要垫任何的东西。动作加快，要救她就赶快。平躺脸朝上哦，我会教你一切的动作。不要担心，好了吗？好了。你跪在她胸口的左边或右边都可以。跪好，你的双手掌哦上下交叠，手掌根放在她两个乳头的连线中间。找到位置的话，手打直哦。手肘不要弯，用力的往下压，
速度会有一点快，你有听到这个节拍器吗？一秒钟两下，一下两下，三下四下五下，用力的压，继续压，压到救护车的人到，或者是他的手会把你的手拨开，用力压，你有听清楚吗？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你边压我边告诉你为什么，你的两只手就等于他的心脏，压下去他的心脏才有作用，会把血液打出去，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帮他撑一下，两只手一起用力压，他刚刚这样倒抽一口气是无效的呼吸，超过了六秒，这呼吸是没有效益的，所以你要帮他，帮他的心脏做点用哈。他刚刚在做什么事啊？突然就晕倒？没有，就上个厕所而已，我不拉的。哎，没来紧叫别人给你倒气一下哈，压胸不要中断，赶快找人来帮忙压，继续压。救护车人员到达你旁边之前都不可以停止压胸哦哈。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继续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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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他们要准备器材，你继续压，做得很好。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可以了哈，交给你们喽。